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，大家早上好，谢谢微笑送的十个大宝剑。你等我半小时了，没必要等我这么久，我说了8点半来，就是8点半来。谢谢沈晨豪送的血瓶，欢迎心脏的二分之一是他。我们补个士，他如果炮八平七向着我们的马的时候，可以马三进二。那这样子，咱们其实可以考虑卒七进一。哦，卒七进一，他拼三进一向五进七，他有个炮八平三，炮八平七。欢迎薄凉的秋。如果我拱卒跟他对的话，他有一个炮八平七压住咱们的马，恐怕这个棋后续不是很好办。那咱们还是走个马三进二吧，因为卒七进一的话，他炮八平七，咱们有点难办。马三进二之后，然后走个车一平四，准备车四进五棋合。哦，他兵五进一是吧？兵五进一的话，我们走个炮八进五，炮八进五意图在于跟他对调这个中炮，因为他拱这个中兵本身就是要配合中炮对我们中路发起进攻，那么我们进炮跟他对调的话，他这个兵五进一就成了一部废棋。欢迎风雪来到直播间。我今天太美了，没有吧？还行吧。哎，我这个摄像头是不是有点掉了？感觉这个摄像头有点掉了。这么多天了，它终于掉了。之前没几天它就掉。哎，它又往下掉了。咱们简单走个车四平五，他如果车九平六的话，咱们可以把这个编码打了。现在他两个车压着自己的象眼。那必定是有点问题的。先走一个车八进六，先走一个车八进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打马之后准备马二进三踩他的炮，踩兵踩炮，
但是我们如果把爸妈打了，然后踩这个冰的话，它有个居六进二。对，这一招昨天晚上讲过，叫做借刀杀人。红方这个车压着自己的象眼，那既然他替我们做好了这个准备工作，那咱们就顺水推舟啊，顺势而为。既然他要自掘坟墓，那咱们就成全他。你看。把这个马一打，打完之后走一个马二进三。或者打完之后走一个炮二平四。打马呢是目的让他这个象飞开，飞开的话，那么他这个中炮仍然是处于一个没有跟的状态。咱们这个时候走一个炮二平四啊，炮二平四看起来比较扎实一些。先把他这个车给扣住。如果说他平车抓的话，咱们可以考虑马二退三，也可以考虑比较积极的马二进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觉得咱们可以考虑马二退三，因为他有一个炮三平九的这么一个打算。哎，这个我觉得昨天晚上刷弹幕的这个习惯挺好的，大家在直播间的朋友就多发点弹幕啊。我今天播的有点累了，我今天晚上跟明天想请个假，大家多发点弹幕啊，不然我就快睡着了。没有弹幕的话，我就不知道要说什么，不知道要说什么呢？是直播最累的状态。马二退三。是不是还不如马二进三？他打边卒，因为马二退三的话，他也可以车八平七抠你，抠你，你马三进四，他仍然是打边卒，那还不如直接马二进三。听我的声音总感觉怪怪的，我连播了好多天，声音有点哑了，确实，声音确实是有点哑了。谢谢风雪送能量石，那个大家可以多说点弹幕，什么1111666，哈哈哈，嘻嘻嘻，胖秋今天挺可爱的，胖秋怎么还没睡醒？然后说一下好奇什么的，这些都可以啊。我现在想走一个卒一进一，未雨绸缪。咱们仍然是想贯彻未雨绸缪的这样一个方针。他说什么？他说决胜负的时刻到了。这孩子还挺搞笑，还决胜负。我卒一进一，他马四退三，我马三进五一踩，他象七进五，车五进二，他不是。吃他的马又能怎么样呢？他为什么说决胜负的时刻到了？吃他的马又能怎么样？推个炮。
看看发生了什么诡异的事情。这不是我开播的第一盘吗？刚刚有发生什么吗？欢迎翟胖子，欢迎天才。刚刚有发生什么吗？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？哦，像夜吧的高手这么多，像夜吧随便走走，反正不怎么思考也挺厉害啊，像夜吧。打他的士有什么用啊？打士有用吗？打士有什么用？打士他士5退4，什么棋都没有哦。是不是有个 G2进6捉死他？哎呀，这个棋好，打士之后有个 G2进6捉死他这个车。这个棋挺妙。像夜吧挺多这种不走棋很快、不怎么需要思考的高手。咱们走一个 G6进3点上去吧。他吃兵的话，吃兵怎么沉底一将 G6平4就绝杀了？把这个象眼点住，准备 G2平5捉中象。如果他不离开这个肋道的话，谢谢五维陈送的血瓶，谢谢。那咱们现在可以 G2进1抓一下吧。退这个炮是要干什么？他是不是想补士？那咱们现在平中车。
捉一下它这个象，把腿去守住，守住吧，然后这兵五进一拱过去，啊，或者直接马三进五，先兵五进一，他士四进五，然后马三进五，这个先兵五进一给这个马三进五让一条路。他准备要炮七退一打，但是这个不要紧。退一打的时候，咱们就车六退二霸王车就好了。那为什么他们还跟我说夜八这没高手？哎，那可能是我自己太菜了，哎。可能是我自个儿太菜了。把车对了，这个就是终极大招。对完之后，再把这个边卒扫了。扫了，给这个马让条路，马五进四踢进去。他准备马一进二出来。马一进二出来，出来，咱们看他往哪儿走吧。出来，咱们退去捉他一下。欢迎吴家宝呀，宝哥，早上也能看见你啊。大家刷一波六，欢迎一下吴家宝。不知道呀，我觉得我挺菜的，是怎么回事？是我提不动刀了，还是这些人飘了？我觉着好像可能是我没睡醒。实话实说，可能是因为我没睡醒。车抓象没有什么意义，抓象那平炮啊，是我有点浮躁。我觉得可能是没睡醒吧。他如果退车的话，他车七退一，咱们可以考虑兵五进一走一个。兵五进一，象三进五。马四进五，他车七进一，再马五退四，他再车七退一。直接马四进五吗？这么猛吗？兵五进一好一些吧。直接马四进五有点太猛了吧。马五退四，他车七退一，抓死编码，怎么个抓死编码法？现在有抓死编码的棋吗？我怎么没看到啊？你是说现在车六平九是吧？车六平九的砍你的马，然后你车一平三，你他落士，你车九平四，他有个炮三退一。这不行啊，人家有个炮三退一守住这个底士的呀，别人有个炮三退一守底士的这样一个手段，退炮他是不是打边卒？那咱们其实可以考虑退个士，退个士也没啥问题的，他打底象就让他打好了，打完咱们士六进五，
他再打这个象，咱们就将五平六。这个棋他车双炮分得太开了，没有任何这个攻击力。然后他走这个的时候，咱们走个马七退九，踩他的炮，然后车六退三捉死他就行了。哦，他是不是有个打士？咱们应该先走个炮四进二的。咱们应该先走个炮四进二的，退车抓死他吧，抓死他的炮六平七。这马七退九随手了，应该马三退四直接踩他。我刚应该直接马三退四踩他。我刚下太随手了，马三退四一踩，游戏都结束了已经。一步马七退九，一失足成千古恨。一步马七退九，成千古恨。跟他聊聊天嘛。跟他聊聊天，他说什么？宜宾地区可当面下菜。扭扭扭扭扭！怎么他总是有这个棋？他总是有个浸泡的棋，这很烦。
走个将六平五，不然你这个马呀，马走开了也行，这马走开了也行。跳个卧槽马哦，他将军把我车抽了。跳卧槽马不行。哎，我觉得你们那个判断挺奇怪的，只要不笑的话，就说明不开心。正常情况下，每个人的正常的情绪就应该是平静的呀，怎么可能只要不笑就是不开心呢？这个叫做无名的，眼睛转来转去，这挺好玩。我不转来转去，我怎么看弹幕啊？怎么看到你这样一个喷子在呢？走一个卒三进一，卒三进一也不好。炮三平五，人家不是一将把你弄没了？炮三平五，人家一将把你弄没了。不是我拿这个人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？怎么这个棋动不了了？就这。马退五比较好，你这没法说了。欢迎 Jason。这个时候咱们再去抓他的马，先马五退四踩一手，然后再车六平九，车六平三对车也行，车六平三对车也行。他一吃你马五退三，那个棋也是赢，就是说战线比较漫长一点。哎，我这眼睛，说实话，连播那么多天挺累的。各位朋友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可以多发点弹幕。虽然说我并不一定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回复你，但是我能看到弹幕多一点的话，
直播的热情稍微可能会高涨一点。这个东西，你们的回馈越热烈的话，可能我这个直播的这个状态会更好一些。马四进三，最后的时候马四进三跟马四进六，我感觉差不多吧。马四进三。